我要的是最合适的人选。。平时喜欢旅行吗？喜欢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比如骑行西藏、徒步新疆，我还去冰岛看过极光。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海岛，普吉岛、马尔代夫、法罗群岛这些我去过不止一次了。兜兜转转，觉得还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最值得看，所以我最近打卡了伶仃洋。伶仃洋，蓝天白云、椰林树影、水清沙白。林总，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？我会再看看有没有人能顶替你的位置。这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刚刚不小心说错了景点，但是我还想展示一个才艺，证明主管没有看错人。其实做旅游景点呢，都大同小异了。猎奇的东西更容易吸引人的关注的。我不仅可以吃虫子，我直播的时候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行，一点也不矫情。林总，您看看，多努力的女孩子呀！蹦极有没有问题？可以。跳伞呢？可以。开游艇冲浪、深潜是不是都没问题？没问题，我超喜欢深潜，真的不是纯属为了刺激啊。我每次潜到海里的时候，都有一种被海拥抱的感觉。进入深海时，感觉自己就像被放空了一样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被海水包裹着。它可以安抚我一切的情绪，恐惧、不安。林总，您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林总，回去等消息吧。恭喜你通过了林氏集团旅游主播的面试。